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没准备好了。没有吗？没准备好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没有你想象那么恐怖了。OK， 这就是我那个啊主题魔术的心跳加速，会用到的是这一个。哦，看到吗？小宝贝，这是一个小宝贝，对不对？小的 baby。OK， 看得清楚吗？嗯。不用怕，这是一个普通宝贝，可以看近一点。OK， 好，这个 baby 呢，他很喜欢玩。他不喜欢吃东西，他喜欢玩。你知道他喜欢玩什么吗？玩不知道。他喜欢玩硬币的。玩硬币、啊。所以我想问谁，有没有人会有一个硬币可以借我？有吗？哎呀，抠抠缩缩的，我看看掏出点。真有哎！太好了，有一个硬币。好。哎，我带一个，这是一元，对不对？一元。对，对一元钱。一块。好。所以就检查一下，是普通的吧？普通的。好。看清楚了，硬币，我放这里，手没有东西，看清楚了，硬币，我通了，哦，他就跑出来，麻烦你，你阻挡他开吗？不敢打开，好，我来，我看一下，各位观众，我拿到了你的硬币，谢谢。我的妈呀，这个新娘像。